上谈到汪汪理论。什么叫汪汪理论？中国文化里面对狗的象征词就只有一个，叫汪汪。汪汪啊！但是事实上呢，狗有很多种叫声。美国和日本的研究者曾经对小型狗研究有470种叫声，每种叫声有它的一个意愿。他们把这些叫声都转移成了英文，叫狗语翻译器。你在日本和美国买狗的时候，他们会推荐给你挂在它的脖子上，很小，像个小铃铛。但是它会发生，这么好，还跟狗聊天。他们改转移狗叫声的意义。但是只要我们说狗叫，就只能说汪汪。这就是言语，我们说狗听不懂吗？这个他翻译器不能翻译狗叫。但是真正的存在却是复杂的不可同源，所以我们书本上传递的知识，我们书籍上传递的知识，包括李老我在这两个知识都是汪汪理论，都是被言语抽离了本真的这个理论。所以我更希望你们看到我，感受和我同在的那种感受，而不是仔细的听我讲什么。声音是一种存在，不要仔细去理解我在讲什么，而要去感受到什么。那是你的，那是你由心而生的那种学习，那种成长更轻松更自在。那么这四大关系呢，第一个是讲我与自己的关系，以此来推导到所有的关系中。而这个一个关系，存在的关系，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心境在这样的禅修中打开，去敬畏那种巨大的宏大的存在，去好奇这些你未能知觉的事件是什么，去感恩，去感谢你是存在中的一员，而这些巨大的复杂的存在就在你心中，在内心去探究，去探究。禅修或者禅坐，其实就是张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注意一个形象，就是说，你只要老是在意境中去流淌，不要去驻足，不要驻足，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你要随着那个流动去流淌，流淌。它会自动生成，像一个个浪花跳出来，那是你的，然后你还是不要驻足在浪花上面，你还要跟随着你内在的感受去流淌，流淌，流动且生成，是你禅修的中间的一个境界。不要驻足一个概念，你把大脑插入其中。在禅修过程中，脑是没有用的，不要用脑，要用你的心。感受、感悟、了悟、顿悟，这是来上海禅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但是在你大学就不要这样了，坐在大学教室里面，你就是用脑，因为它传播的是脑的学问、脑的知识。那个时候你要让心静下来，让脑变得更灵活，这是我和朋友们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还有一个小时，我想通过回答你们的提问来和你们交谈，看看我能在哪些方面能够做到和大家谈一快乐的心，好吗？现在谁来提问？阿弥陀佛，李老师您好。关于您对脑和心的认识，我想问一下，脑是不是跟手一样的一个器官而已？当然了，在生命在医学上面讲，当然是一个器官，你是一个系统。比如说，因为脑还有自己有神经系统。我们知道，在我们皮肤里面有很多感知觉，这个感知觉第一是血管。第二是毛细血管，第二是神经。我们在解剖学里面看到，我们把人体的组织都把它搞掉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毛细血管来构成的这个，对吧？
大家都知道近代科学已经开始有量子力学开始发展到前超前和后霍金时代的宇宙观。有一批物理学家或者叫新物理学家认为世界是能量的，世界本无物质，物质其实是能量聚合的一种方式，但是物质本体就是能量。这个世界并没有物体这个东西，没有物质的东西。这件事和佛家所谈到的是心所成，我们看到什么其实是内心而生成的，不是它真实的存在。那这一点呢，就会让我们在知觉上产生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我们摸了这个东西，我们说纸是软的，大家知道吗？纸是软的，为什么软？因为是比我们手软。如果我们说这个木头是硬的，那么至于谁为参照物呢？至于我们手为参照物。也就是说我们知觉到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存在，是我们知觉中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上升到 BIND 这个复杂的巨大的存在的时候，那这些东西都是能量转化的方式，而不是真正的本质。那么如果知觉是能量的，那我们要反观一下我们的生命，生命能够产生能量的是什么？心脏。大脑是耗能的，大脑是使用热量和能量的，只有心脏才是自然产生起搏。这个起搏会让所有的血管、动脉、静脉在身体里循回不断的流淌。像你们的年龄进入大学都学过流体力学，所以生命的能量有什么产生的？有血液的流淌产生的，是动静脉交汇产生的生命场，身体的磁场。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在美国的研究中，到底是我们的身体更能够知觉到信息，还是我们的大脑？在众多的实验中，心电的反应，就是心电，当一个刺激来的时候，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应该是大脑知觉到，不是，是心脏先知觉，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毛细血管它的丰富性比我们的神经末端要丰富的多。神经线在皮下有它丰富的神经网，但是相对来讲它不如毛细血管那么的丰富。因为有些地方你切下去并不会损伤到神经，但是一定会损伤到血管。所以呢，对知觉对信息的感应率先是我们的心，是皮肤产生的，对任何信息都是能量啊。如果这样来看啊，毛细血管的任何细微的改变都会传达到，首先传达到心，然后才是脑。还有，因为生命这个能量场是由我们的这个血液的流淌，当血液停止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脑就叫植物人，但是他身体仍然可以生育，可以哺乳。而且我们的意识不能决定我们血液流淌的方式，我们的心脏仿佛在自动调节血液流动方式，如果你大脑命令它是没用的，谁更高级？而心脏的细胞在进化史里面它有47亿年，但是皮层的进化才只有5000年，那么你就会知道哪个细胞更具有超然的力量。所以心和脑的关系呢，是如今在解剖学，在生命科学里面被西方学者开始去探索。实际上，它是进入了东方学问的领域，这是东方人喜欢的东西，对吧？西方现在也拿着，也变成了他们喜欢的东西，所以这是蛮有趣的。而大脑主要是言语、逻辑、推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是来自于理性科学发展被刺激和推动的，在文化，在我们谈到了这个16、17世纪啊，我们从古埃及开始，就2000多年啊，2000多年前或者是更早的时候，从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类意识，从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去哪儿，这个时候